的校长，让各位认识一下啊，林嘉宾林校长。Thank you.
正主席跳绳，来福马连续的转绳跳下，连续跳一回旋，用两边的时间练习，在30秒内，已经有人可以跳出100多下的。勇敢地站起来，继续练习，不放弃。不管经历多少次的半身跌倒，他们都会互相打气，彼此鼓励。那借着这项活动，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团队精神，还有他们互动的态度。加油加油，面对这个小朋友！我们台北高中的陈建佑校长来为各位颁奖。
Thank you.
稍微有点紧张的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三条道具三元一杯，深蓝色的三元一杯。第四条道具三元二杯，穿着白色背心。他们必须在第五棒的同学才可以。趣味接力已经开始了，手中拿着气球，拿着飞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是最快的，我们要第五棒才可以抢跑道哦。气球很好玩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以前都是用女棒啊。对啊，就在那边发呆看了一下，然后才跑。想说傻眼。对，马上就输了。哇，这些爆发力好强啊！对啊，这个跑得很快。还戴墨镜啊，女孩子、啊，男的。女
的，男的，男的，这个绿的啦，哇，对的。差太大，哇！那个白色的已经跑很远了。